是一个另外一个平台，希望这个平台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服务，更有效率的服务。各位乡亲父老，只要你们能够支持我，只要你们在五月七号能够给你有你们的肯定，能够支持我投我神圣的一票，假如我中选的话，我会全力以赴的为大家服务这个除了工更加付出心。当然了，这个要完美，我们要需要大家的配合。往后，假如哪里有做不到的、做不对的地方，还望大家各位乡亲父老们要提出给我小弟这个很多的提议跟建议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说，也不要多说，也借此大家投票的时候，也不要受到外面的影响，说什么什么不好、什么什么不好的话，因为好话是很容易讲的，所以说大家要冷静下来，给我们国政五年的时间，五年时间我们再做不好，我自己下来好不好？啊！因为说阿丁娜，大家都知道我们上个月首席部长，在这两年之内已经对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他要求我们的人民，全山的人民只该给他五年的肯定，假如这个五年的肯定能够带来我们更多的社会的权利，我们会去联邦争取回我们更多的好处的。我希望大家相信我们这个阿迪娜首席部长，相信我们这个阿迪娜团队，相信我徐新强，我一定尽我全力的啊，我为大家服务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我希望在五月七号的时候啊，大家假如讲支持我，假如讲很肯定，我会为你们在一起，我会跟你们同在，请大家投许建章一票，好不好？好。